只是要讲罗志祥其实才是受害者。今天他如果长得丑一点，就不会有这些困难。错就在于罗志祥长太帅，罗志祥没有差那一个。他只不过是那些台面上艺人，他没办法再跟他们搞那套而已。罗志祥现在只要公开声明号召的话，还是有几百人要干他，啊，要让他干了。要干他，所以不用怀疑啦。不信你去叫罗志祥现在去公开报名，让他干的女生有多少？一定拖拉裤排队排到门口要绕 S 型的，我跟你讲。比排口罩还要热门，我不骗你。你们看啊，可能排口罩的年轻人没那么多。现在要让罗志祥干的妹子还是一头拉裤，绝对比排口罩的还要多。说不定连那个排口罩阿尚都说要让罗志祥干。跑去排队。他不排口罩了，排给罗志祥干。等下罗志祥问他说：“安尼几点钟安怎算？”这个干阿尚可能要阿尚要付费啊。同志也想干，哎，你讲到重点了。结果去排队的可能也有阿北跟那个。是我没干过男的。然后每个去报名的人都要戴那个蝴蝶假面，因为不可以被人家认出来。然后罗志祥就开一个类似流动厕所那样，类似那个日本不是有那个不会吹不会射的跟拓野哥会射的，保证让他射的跟一个不会射的男人，然后就在一个那个箱子里面做爱，然后头是露出来的，你懂那个吧？就是下体是有半箱子罩的。我知道那个我知道，他很常搞，还有那个唱 KTV 那个女友打手枪啊，看他可以是那样，看他可以唱多久那个。我一直说罗志祥可以开一个那种活动，就是类似那个类似签唱会，然后附加修改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排队的人绝对超多的啦。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r training. 没差啦，他钱也赚够了啊，没差啦。Learn to hunt, learn to survive. 他那些钱可以再干一千个女生，不是问题。I feel this lesson I failed to teach you.Would you learn it now? 以罗志祥的收入，他可以再干一千人。他在中国赚很饱。对啊，所以他没有问题啊。没有在怕啊！我跟你讲，那些赚到有钱的，真的都没有在怕。罗志祥的收入绝对没在怕，他只要不要被共产党冻结掉，因为共产党最喜欢给你搞那一套，冻结你的资产，那你带不回来。那像范冰冰，好像之前就是被查税嘛。有才华的人什么都不用怕，懂？拜托，你看罗志祥那个空干舞。哦，干那个！我半夜啊，那个妹子被抽的时候，你知道有多爽？哈哈哈哈哈！那个爽度不是我们，那个爽度不是一般人呢、欸，不是你一个男人可以理解的东西哈。那个东西是身为一个女人，以罗志祥那种空干舞的速度，我跟你讲，每个都爽到喷汁了，爽到喷汁，超扯的！因为他不是世界上第一个渣男。你今天要开始练一个新技能，空干舞。空干就看我那个裤裆那边一直狂往上顶这样子，对。你要去在墙壁粘一个 R 20，然后开始每天练空干。干你娘，有够累的。如果今天哈台湾可以开放给罗志祥公开招募修干，然后可以赚钱的话，跟你讲，看病。看病啊！罗志祥看病哎，罗志祥免去大陆赚钱，伊给他赚修干就好。空干王不是喊假的，他是实干王。实干王，对。那突然讲的这么，他只要每三分钟表演一次实干舞就够了，够威了。哎、欸，拜托，现在没有跟罗志祥干过的一定很隐恨，他们一定开始比较说，干连他都干过了，为什么我没有？然后女生就开始列出来，你看这长得这么丑，都跟他干过了，为什么我没有？你啊，他怎么跟他干？我说啊，干你啊，我暗恋他那么久，就他一直在干别的女生。他们一定在比较这个嘛。然后现在又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，说为什么你跟这种这么丑的人在干？他说我喜欢你那么久，结果你一直在干别人。我的条件不好吗？为什么你要跟他干？为什么没有选我？开始那个女生就会开始在台面下一阵风暴，嘘他，哎、欸，就开始了。真的、啊，哎、欸，我之前曾经在那个戏圈有听到有的女生是这样抱怨的，他不干我，他长那么丑，哦，他竟然跟他干。